刘思瑶。舒思瑶这个动作有非常这个好的这个表现能力，他的表现能力非常强，尤其他的结束动作给人印象很深。另外他的转体非常棒啊，由于他的身体的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限制，使得他的这个分数啊不会特别高。周杰是17.85分，